整个基泰建设呢，起造人陈世民这个董事长呢，他当初在马英九市长任内曾经担任都市计划的委员，而陈肇呢服役营造，他也在另外一个北投的建案，也因为遴选的案子呢赔了1500多万。监造也就是同时间设计的王德生，而这王德生设建筑师呢，他曾经也在北市的建管处担任科员，所以今天真的是因为有门神、朝中有人、官商勾结，才导致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疏失。那不只是建商有责任，市府更是有包庇的责任。我想这个有关建筑师的部分，刚才这个建管处告诉我，好像是他73年待过建管处。那我想这个连我都不认识他了，没有所谓的门神。如果假设待过的那种状况就叫门神，那我往后可能做门神做最多。